苗栗县檀香规划在圆墩段现有地设置综合运动场以及泰雅文化祭场，办理大型活动，全案谈论多年，在去年底露出曙光。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同意拨用，希望公所妥善规划，推展运动特色与文化传承。苗栗县檀香原住民部落学生体育表现杰出，不论是射箭、脚力、柔道、篮球等都有优秀选手，但是乡内却一直苦无大型运动场地来推展，只能借用学校操场办理大型活动。每次办巨大的活动都要靠我们地方的学校，学校也会干扰我们学生上课。第二个呢，它的校地腹地也特别小，因此我们都非常殷殷期盼，纵观我们九乡镇区的原住民乡镇，有四个乡镇已经形成，我们期待第五个乡镇能够形成的就在太阳乡。太阳乡综合运动场暨太阳文化祭场规划案相中了苗六十二线旁前往太阳文物馆前截弯取直后产生的用地，属于圆墩段半天寮下方的现有地，谈论多年，终于在去年底露出曙光。经县长在县务会议中同意，檀香公所规划使用。近二十年，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标准型的综合运动场。在去年的这个时期，县长允诺同意将我们圆墩段的土地拨用给我们檀香公所。在上个星期之后呢，特别到县政府来做新办事业的一个审查。也非常谢谢县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之后呢，我们继续将不足的部分再补足资料。公所县政办理新办事业计划的第二次修正及水保计划的排审，还需要申请办理农地变更，这些计划完成后就能够进行开发审议及向县府拨用土地。公所希望能够在国土计划施行前顺利完成土地的拨用，以及早日让太安乡有座综合运动场，让乡民能够有专业场地来发展特色运动常才，并推动泰雅文化的传承。